下来，他帮陈小璇之后啊，小欧老师出现到这里的，少了这五分嘛，所以原本的，还有说他突然看到我，他没有看到我们啊，陈老师，那你要活到哪里啊？我拿了吃完就走了，哪有人还留在现场给人家抓的？啊，然后你骨头也带走，苹果的骨头也吃下去了，哎呀，你好恶心啊！我们老师有两个就是苹果嘛，然后因为他们对除以二，除了缴械了，除以二分之一，是乘以二分之一，再二分之一就是除以二。来，这个把鞋带拧紧。然后还有像有的细菌，你们没听过大肠杆菌？听过吗？听过啊。OK， 那大肠杆菌很可爱，它是这样子圆圆的，然后这边还有好多的那个手，它就是这样子一球，像这样子，这样移动，然后那个就是会卷转动，就那个边嘛，它会转动，所以它就有只手很好。那通常我们发酵的发酵的数据都是所谓的刚刚所说的那个杆菌发酵的，我们要记得会不会有上来的？不会吗？好，我们再继续说喽。橘子哥哥，你写完了没？挂分。他们在写。挂分。10 Okay, good. 10 years old. Thank you. 老师生日的话，我也要。Yeah. Oh, you're happy. Oh, Jesus. How tall are you? How tall are you? 没有人去过。